金国先生来，大概拢坐到坐伫这位，嘿。那个时候广场也没有铺水泥，都是泥土，高高低低，所以他在那边他也跟小孩一起打球，丢来丢去，啊，所以非常非常的随和，且非常非常的懂得这些，老百姓的需要。总统，你可以看他笑得很开心，因为他特别喜欢小孩子，像我们家只要有很小很小的小孩子，他一定会把他抱起来摸摸头。其实他都问大家好不好了，他进来的话，我不是国民党，不是民进党，我就是进国党，就像我自己的父亲一样。以国家和大众的利益为之，问责问当，不眠不休，埋头苦干，精当细算，勇往直前，这是我们今后的经济建设的一个主要的目标。其中有一位基建工程工作人员，手上全是机油油，所以金会长伸手给他拉手，他就不敢伸手。他很抱歉，金会长，我手上全是脏的。金会长说：“我年轻时候跟你一样，我手上经常就是机油，所以没有关系，我们拉手。”